两个月西在哪儿生气？但我们不会给机会啊。西山，对吧？等一下，我问你们个问题啊。我是老板，我来到你这里，你两个月打不出成绩，我走，难道不应该吗？我加盟你这里，我签生死状了，我必须在你这个团队老死啊，不能去任何团队。我投的钱，我出的钱，玩的游戏啊，我离开有问题吗？老板是梦幻西游最上端金字塔的那个点，老板是最上端金字塔的那个点，没有老板就没有指挥，一个企业没有人给你发工资的话，你会去上班吗？说得好。他大唐跟化身依然留着的，女儿号过来了，知道吧？一路绿，我还不趁早抛手。不是，肉哥，你说的啥？我听不太懂，因为我大概能懂你的意思，但我不知道什么绿呀、啊，这什么东西是啥意思，你知道吗？关键如果这个大唐拿了司法青云，好，那个时候最流行就是这个东西，是吧？对，女儿续签，我觉得。他就要女儿，这个协商没好吧？没协商好吧？具体这个关于天种的一个号的一个去向啊，或者说西安团队内部的一个调整问题，要么你们等风狼继续，要么你们就等这边我得到风狼继续的允许以后再给大家说这个问题，好吧？内部的调整问题，等风狼继续，或者等风狼继续允许我。好的，老史啊，史啊，其实等我今年养个猪赚个300万，我就在西山立个负债号。好嘞。风狼骂我了，我骂他，就跟你们直播间的人喷我，我敢喷你们吗？要欢迎小王，欢迎小王，是吧？你们直播间的人天天黑我，我什么时候喷过你们了？你们每天黑我，对吧？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大放的大主播不看，来看我这种小主播，对吧？你们对我有恩啊，所以我不能喷你们呀。上个高速还有空位，还有人上车吗？肉哥，我跟你说了，你啥时候那个什么发现晚上直播有那种穿黑丝跳钢管舞的妹子啊？兄弟们，给兄弟们立个那个什么，给兄弟们立个房间号，我马上就带人过去。好不好？黑丝我不喜欢，我不看。那你觉得？稍微刺激一点的嘛，欢迎1471，好久不见兄弟，稍微刺激一点的嘛。没有性生活，你们他妈才来黑我没有性生活，每天晚上一群小逗比天天来黑我，我操，我今天晚上晚来了几分钟，那个我选择今天反而没喷我了，那另外一个那个什么网易兄弟黄喷，说我那么懒驴上磨屎尿多，制服的诱惑也还行吧，咱主要是，其实我跟你们说，你们真以为让热哥给我们看那些穿着暴露跳着妖艳舞蹈的那些女主播，是因为我想看吗？你们错了，
我知道肉哥这种身份比较正直啊，是大人物，不适合这就是说做这种事儿。但是呢，我知道肉哥很想教育这些女主播，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吧？我来做这个坏人，我来告诉训斥这些女主播，晚上为什么要这么跳舞？啊，晚上兄弟们睡不着了怎么办？是吧？干嘛我这样？原来好书不分，现在当面都分，是吧？打一针然后止血十个月。兄弟们，如果晚上有发现那种穿着比较暴露、跳舞比较妖艳的女主播，请联系主播，我要从政治的角度好好的跟她唠一唠。一个女孩子家家怎么能这样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加个微信，更深入的跟她再了解一下。什么时候改名字？下个月合同到了改，微鱼橘子（括弧晚秋兄弟）。经常穿黑丝，好吧，兄弟记得啊，记得，男的呀，胖虎啊，那他妈女的，任性嘛，任性那边我还要估计再等几年，上一次反正跟我说三年，现在三年结束了，让我再等一会儿，我留不了，没什么好聊的。什么女孩子家家，妈的！陈正熟吗？以前算熟吧，现在接触的少了。难道狼哥有新任务给你？嘘，低调。等我重回九六了，兄弟们，等我回家了，我就让你们知道，谁才是九六的台柱子，好吧？等我重回九六了，我就告诉你们谁才是九六的台柱子。现在大家都别说出去啊，特别是不能让六八的管理知道我有这个心，好吧？那肯定解说郑宝格，我操！解说他妈郑宝格，老板他妈的三五千、六七千的刷礼物，那个烟霞对吧？我操！那他妈包什么涛啊、文啊，刷多少礼物了？我他妈的！一个正常人谁不眼馋？这他妈的两个老板对吧？你解说郑宝格，郑宝格夺冠不给你表示的啊？那不能够啊，是吧？那对吧？那我肯定什么都是要往前看，往后转嘛，是吧？乐哥说要用木匠换大道无为，为啥？平常这两个物理，梦幻西游的物理他都能玩呀，仙魔人，不止烟霞，只要宝格冠军，解说比赛都有礼物，听见没有，兄弟们听见没有？这不香？啊，这不香吗？舒服啊，我操，想一想就舒服。我先完成狼哥给我的任务吧，等我完成这个卧底工作以后，我再衣锦还乡。紫禁城物理人魔仙都能玩，我所以说这个操作我没看懂，你知道吗？我都存了一年的钱就等我回家了，是吧？好的，可以的，兄弟们，可以的，回头我到时候这个回家我就给风狼继续开个专场，我给大家唠了他这两年是怎么喷我的，我要黑黑他，真的，我要黑黑他。你还想要你？不是，这他妈的比赛的输赢是一个解说，从解说的角度就能黑你的话，那我感觉以后老板也不用请指挥了，请两个解说过来解说比赛就可以了。唠唠昨晚。昨晚啥？昨晚我亏钱了呀，昨晚我日常亏钱啊。上楼到了没有？没有。
我约摸着看了一下那个订单的信息，应该是星期一能到。今晚陈正找凤凰了，凤凰被人喷死你。念总的女儿号到13了。念总的女儿号到13了。星期一晚上给大家穿，对吧？哎，不要那么悲伤，狗哥还是离不开 PK 的，那个是他的根，那个是他的本，知道吗？那个是他的根，那个是他的本，现在估计也就是气化吧，发发气了，看你们放屁，别他妈乱说，自己人夺冠就是我姐说的。所以不用担心狗哥的一个问题，哎，这个他会继续打的，你们信我，他会继续打的。他打不打齐云龙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会继续打 PK， 那是他的根啊，那是他的本啊，就好像我的牛肉干一样，预定牛肉干暂时没办法预定，你知道吗，兄弟啊，这个。我他妈的货都预定到明后天了，你再给我预定，我跟你说星期三发货，到时候有的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好吧，有牛肉干我到时候第一时间跟你说，那次是意外，行吧。欢迎小钉子，欢迎钉子。哎呀，我跟你说，钉子这个团队的郑怀楼这个团队的氛围啊，我是真爱颜值，我跟你说我是看明白了，郑怀楼你应该是不知道，抽时间我好给你唠唠郑怀楼这个团队的团队氛围啊，真的好，让我们这些人啊羡慕，你知道吗？别人定时的一个聚会，对吧，定时的以这个聚会为这个不能用借口两个字，应该叫，对吧，定时的以聚会为这个，对吧，然后大几个老板聚一聚，要不要我说了不算啊，风狼说了才算啊，你怎么到处的，我跟钉子不存在铁的，钉子我们现在见过的，很早以前就知道钉子，这个以前我玩159的，打我在159打 PK 就知道钉子的，哎，渔道聚会可跟郑怀楼聚会，这是两个聚会，知道吗？这是两个聚会，两种不同方向的聚会。你们不要让他叫他刷点，这个是打 PK 的兄弟，知道吗？你们让他刷点，就好让东方来直播间，你们让东方刷点，一个意思。得有一定，我玩159有，我想一下啊，2年3年的样子了，两三年了，有地上滑，没有口水流一下嘛，正常，只是单纯的羡慕。既然风狼跟西山的老板都没有发表过这些什么嫌弃啊，或者说对念哥不好的负面的新闻，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这个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指责了。毕竟来说，对吧？给风狼，对吧？也念哥也正常每个月，对吧？正常给风狼发工资，也不欠风狼什么的。而且过来在西山立号，本身来说就是看得起西山老街，喜欢风狼的指挥，知道吗？所以这个对吧，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去这个，对吧，不念着我念总的好，不念着念总的好。那你让风狼也多举办举办线下，哎，怎么说吧，我们举办线下来说的话情况有点特殊吧，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你能想到的问题你觉得风狼能想不到吗？
这样说吧，我用一句话来，一句俗话来回答你，没这个金刚钻，不揽那个瓷器活，好吧，你能想到的，风狼也能想到。风狼为什么不拿主城？那风狼拿主丁城，现在的老板怎么办？全部扔了，全部让其他团队不管了，是吗？对面三个泡泡不是泡泡，只是泡泡造型，我这个是应该是显示错误了。对，不行，我指挥不太合适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没必要去多做主想吧。我知道今天给聂总开专场啊，我知道。我可以吗？行，回头我就跟风狼商量一下，下一年西藏老街我指挥，好吧，兄弟们，未来的西藏老街我指挥。一会儿我就给风狼洗脑去，还是喜欢我姐说，你不是嫌弃我死亡视角吗？你不吹牛逼。